你看我比你大，有没有？好，来，哦，第二局我比你大。心里这么善良，对啊，二比零喽！我比你大。哦，你怎么都打？我打空了，我不故意了，我打空了。打空那怎么办？是再打一次吗？好，我也是故意的。哦，得罪了，得罪了。我比你大，哎，第二局。头是这样消过去，我很有伦理的，一比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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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比你大。啊！小的还有点障碍哦，有吗？二比一，我比你大。啊！安静加油！哇塞！我倒个牌，很会骂啊！第二局啊，来，我比你大，哇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哇，比划我们赢了，不是平手吗？平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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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这个不错，哦，心跳跳很快嘛，来，我比你大，好，哇，这很大喽。十一就好，没有，我好害怕哦。对，十一就好，过。十二就好，你还不用，啊？还不用 pass 跟我可以转了？哇，他就粉丝这么多，我们怎样打？对不对？啊，有很多忠实的观众哦，大家伙吧，哇，二三吧，哇，来了个啪，我就不用了，哦。来，今我身体上面都顺得起来哦。奶哥，奶哥打的，奶哥进。阿登，阿沙，哎，那不怕，好响，好响啊！我搞错，不会，真的吗？刘琦，八九十，啊，我结婚了，好久，你太快乐了吧？十五，大家死都不用哦，怕死回转死都不用哦，大家十六十七，哎呦，过，没有过，怎么了？过，中了吗？过啊，中了吗？十六。好吧，你那声音，不是他很扎实，他真的是从地上穿进去。你看我打，又清脆，他又舒服，又舒服，他怎么会舒服？看到吗？有没有？有这个很，奶哥好会打屁股。哎呦，我就只出五万，那我就不换，五万五就不到六万，就不换。没有，我就这样想嘛。如果我不小心抽到最小奖十万，如果五万我就换，我就赔一半；但如果六万，就感觉 Kimoji 好一点，赔四万，好一点。六还你怎么都会往这么好的方向想？你为什么没有想说你穿的是阿嬷的大内裤？对啊，人要给自己一点希望嘛。我觉得你这应该不小，奶哥都出到五万，我也出过八万的，我还是出过十万的。那那个奖很大吗？那个人是出到十万。今天晚上八点。天天乐财神。